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圈儿哥。今天您又逮着了，圈儿哥分享一道传统卤菜——南煎丸子。下面圈儿哥就开始制作。首先，咱们准备一斤三肥齐瘦的肉馅儿，肉馅里边我们放入姜末，姜末一定要切的稍微碎一点。为什么不放葱末啊？因为咱们做南煎丸子需要提前煎炒，丸子没等煎好呢，你葱花糊了，所以说咱不能放葱花。料酒，咱放十克，去腥增香。蚝油八克，提味提鲜。酱油八克，提味提鲜。胡椒粉一克，去腥增香。花中，锅里边加入20克生抽，加入2克花椒面，把花椒面炒香。宋锅边烹入20克料酒，挥发增香去腥。再加入18克蚝油，提味提鲜。然后咱们加入开水，好，下入丸子，然后简单调味，鸡精2克，提味提鲜，胡椒粉1克，增香去腥。南煎丸子吃的口味回口是甜的。咱们加入2匙白糖，大概6克左右，精盐咱们放1克就够用了，因为咱们放酱油